五。你过年收了多少钱红包？4600，我要存起来。你存一年才几十块钱，你给我，我现在就能给你200。哎，给。哎，正好你不是要吃排骨吗？我去帮你买，还给你做两种吃法。买的排骨300呢，你赚大了。看这排骨整整齐齐、可可爱爱的，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劲？你都5年级了，你可以自己算呀。我给这个排骨焯个水，先把这大块的捞出来备用，一些小块的先藏冰箱，把大块的三面煎一下，但是不能煎太久，肉会老，微微金黄就行了。我得自制个腌肉的酱，洋葱怎么切才能不呛啊？切好的洋葱跟蒜打碎。儿子啊，帮我拿个碗来了。烤排骨好不好吃，这个酱很关键。你怎么知道这些放多少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靠的是意念，这些酱汁抹了排骨上得抹均匀一点，腌的时间越长越入味儿。今天我给你做的是我自创的秘诀。不会是黑暗料理吧？小看你妈是不是？我要吃那种拉丝的芝士。那我就把芝士片换成马苏里拉芝士呗。好了，都裹好了，再刷一层蛋液，给烤箱预热，烤箱200度，咱们等半个小时吧。没到点了。哇，好香啊！给我尝一个。烫啊，趁热才好吃。真香，外面脆脆的，包着里面的肉，还能拉丝。这盘都给我。你怎么都拿走？这是排骨吗？这是我的利息。不是排骨两吃吗？另一种呢？明天给你做啊。